不对呀，这大栓子家，谁被抓了？难道大栓子没离开青苔？大栓子是谁啊？就是娱乐城揍那几个大脸人，我找的一帮打手，后来不是让他们都离开青苔了吗？他认识您？自小一块长大的，认识。他知不知道这一次是你花的钱？没有，办这个事儿是我找大龙办的。 我一直没露面。大龙呢？他走了，我开车送他们到车站，我一直看着火车走的。大栓子那里有没有大龙的电话？应该没有。不好！哎，大哥，你这是？ 去你家，回去带上你的东西，我得赶快把你送走，还趁现在来得及，赶快走。那么多事情，怎么一下子？公安局的人找到我那儿了，自找你那个女送货人，让她快点出货。我怕夜长梦多，公安局这次看来是下大本钱了。我就是要让他们忙得手忙脚乱，现在乱的还不够。反正每一步我们都计划好了，急什么？
错过了啊。郑少，值班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敲鼓的那家是大龙的姑姑家吗？是他姑家的儿子的家，在给孩子过生日。大龙在吗？在，正在那喝酒呢。按照来时布置的计划，先把各个路口先封起来。好的。除了抓捕组，其他各就各位。这是省里的大案，千万别捅了娄子，赶快行动。有多少人？人可多了，有，反正人可多了。包围院子以后，可以用高音喇叭把人都调开。要不抓捕组化妆成来客，突然扑过去，来个冷不防。那这家的喜事儿，可就变成坏事了。关键是，这过生日的孩子，一辈子都别想过好。老魏，跟我走。其他人原地待命。你说呢？反正领导讲你们指挥这次行动，我们配合，你们说了算。你能不能把我们俩带进去？就据他们讲，我们俩是你的亲戚。那行。你把我们领到大龙坐的那个桌子，你就可以走了。那最好等我走远点，万一你们打起来了，我在旁边就不好。好，免得村里人骂我。好，就这样。好。逃退了吗？已经退逃。好，走。哎呦！
吧。兄弟，你先别喝酒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你姑姑家的小孙子真好看啊。那是，多可爱啊。昨儿我抱他，他还尿我一裤子。你这个做叔叔的，不会希望今天你姑姑家的喜事儿被人搅和了吧？谁敢来搅和？我揍死他！先别激动，安静，啊，安静。你看，那边可爱的小宝贝儿，要是碰上这种事儿，对他一生都不吉利，是吧？那是。哎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看来你还挺仁义，懂事儿。你呢，先别吱声，先看看我的证件。刚才你还挺懂事儿，别慌。想想你自己，也就是个打架斗殴的案子。说到天，也就是个治安拘留。你想想，因为这点事儿，把你姑姑家的喜事给搅了，值吗？你要配合。打架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不追究。那你们找我干什么？雇你打架的那个人姓肖，对吧？我们不认识姓肖的，你帮我们指一指，或者带我们去认认门，就没事儿。那传出去我成什么人了？出卖朋友。大龙，我告诉你，姓肖的事儿是掉脑袋的事儿，你也帮他扛。认识姓肖的不止你一个，我们费点事儿也能找得到。到时候你可就是执行部局的包庇作用，怎么也得在里边蹲上几年。你只要在车里指一指，或者带我们去他家，要不把他家的地址告诉我们就行，就没你事儿了。也给你立功机会的时候，你不买账，你跟我们好好的回去，总比……把你姑姑家的喜事搅和了好，你说是不是？来，站起来，你朝路口仔细的看看。想跑？想都别想。市里的公安全都出动了，所有的路口都给堵。你不想替别人挨枪子？配合不配合？我们今天不公开的抓你，是为了你们家好。你应该心里有数，你这个人怎么能好会得分？
怎么样？肖富民住在桃花山庄 M 座八 B。你再重复一遍啊。肖富民住在桃花山庄 M 座八 B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全体出发！快快快！走走走走！喂。明天下午交货，价钱不变。具体地点等电话通知。是交货的电话。喂，是我。什么时间？哦，明天下午。什么地方？在通知。哎，那价钱呢？哎，价钱不变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交货地点。啊，行行行，再等你电话。钱没问题。我们老大早准备好了，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喂，怎么搞的？不是，警车来是已经给打死了，肯定是一伙人干的。听说警察进屋的时候身子还软和着呢。这小子我见过，他人缘挺好的。这个谁拿这个东西多的时候，他帮。Thank you.
站一点，这要是掉下去，还不给摔乱乎了吗？万一出了事儿，你妈还不得苦死啊！往后点。羊肉串，1块钱2大串啊！羊肉串，新疆库车的羊肉串啊！那个杀人犯还没抓到？不，早就抓到了。那你为什么还卖羊肉串呢？为了找你，也等你。哥，我想自杀，可是我害怕。怕什么？有哥在，只要你肯自首立功，哥保你没事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戴手铐。你要自首，跟着我走就行了。别紧张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你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人吗？从来都没有。我们都是靠电话来联系的。你有他电话吗？有。可是他来电话，每次都换个号码，从来都没有重过。每一次都是他有事来找我，他不允许我打电话给他。听声音，年老的？年轻的？他手机上装了个变声音的装置，听起来就像机器人说话一样，根本听不出来年龄。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是在东京，一个认识的同学介绍的，但是没有见过面。那个同学现在在哪里？他运毒到新加坡，被鞭刑打死了。你们的报酬呢？我每帮他做成一件事，他都会通过瑞士的银行往我账户里打一笔钱。那这批货是你从海外带进来的？不是，是他让我在快递信封里拿到钥匙，在洗浴的一个衣橱里拿到的。哪里的洗浴衣柜？青岛静海岸
娱乐城的洗浴部。胡局，技术科刚检测过，不是毒品，全都是淀粉。怎么会是淀粉？赵队啊，
胡姐真会教人，才这么一会儿我就学会了，刚才还转了好几个圈呢。哎呀，你们还谁不会？我来教。老魏还不会，你教他。别，我是不灵，我不行。老魏跳舞的事儿，就包在本人身上了。我觉得呀，咱们赵队的问题就留给胡编剧了。这怎么抱在一起了？叫什么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啊！我挺难过的，还挺伤心，我想自杀了。傻小子，你想让赵大英打一辈子光棍啊？啊？真要有这么好的一个嫂子，你小子不高兴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高兴啊，当然高兴了。嫂子，嫂子。小胡成为我们 A 组的嫂子了。喂，胡局吗？啊，我调静。有这么个事儿啊。我们刚才想了想，为了拖住毒贩，我们应该把假货换成真的。今天晚上就在这儿睡吧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和胡同志陪你一起睡。到时候我只要一摸右耳朵，你们就开火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来，老规矩，干完了活，剩下的那部分再给你们，啊！我可是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活干的一定要干净，到时候可别说我说话不算数，啊！放心吧，大哥，不就是统统消灭一干二净吗？弟兄们都是行家，不用你费心。进来。啊，老局长，怎么样？出了什么情况？没办法。来，这把您给吵醒了。只是刚才赵大英他们提出，明天要把那批假货换成真的。为什么？
人一到，一锅端，管他人家。明天交货的地点，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，要明天上午才能够接到通知。双方的人马都在往那儿赶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设埋伏，只有依靠马屯他们在里面把毒贩稳住，我们才有时间把他们包围。要不然，里面一验货，马上就打响。那个时候我们兵力根本就没到位，所以必须要争取时间。要想稳住这些毒贩，没有正货不行。哦，那可麻烦了。我们公安局哪有那么多货呀？没办法，只能向省厅求援。那省厅怎么讲？